好，你好，你好，欢迎大家分享这个主日上年期第十八主日。那个福音呢，是记录耶稣的用五饼二鱼啊，可以养五千人，五千嘅话，五千男人，唔计女人同埋细路仔。咁你一听五饼二鱼，你即刻会谂到，梗系啦，系《羊王福音》啊嘛，最熟。但系今日呢系《马窦福音》，我想讲少少先。喺圣经入边啦，喺新约入边啦，有两个传统关于呢个五饼二鱼。一个传统呢系仰望同埋路加，佢哋呢只系讲耶稣举行呢一个祝圣五饼二鱼呢只有一次，但系马窦呢系佢话马窦记载两次。所以呢，这个证明了即是那些福音是很自由用耶稣所有的资料呢，是按照不同地方不同团体的需要。 你会留意到很简单，仰望福音呢是面对犹太人，所以他说吃饱了之后呢，那些宗徒收集回十二康的碎屑，即是剩下那些十二。这个十二这个字呢，为犹太人很明白，是十二个支派啊，十二个宗徒，即是很有宗教的意思。但是当米谷要讲为罗马人的时候，很得意啊，他不用十二个十二康的。你看看米谷福音，他讲是七个康的。为什么呢？即是他觉得是十二为犹太人有意思，但是为罗马人如果讲七个呢是好啲，因为他们认为全人类都是七个民族造成。嗱，呢啲系少少嘅嘢，但系都会帮你有少少嘅认识，明白点解呢？即系咁，系咁解啫。而家无论系十二康啊、七康啊，唔紧要嘅。啊，而家你最紧要明白呢一个奇迹呢一件事。那个意义是什么呢？嗱，我今天跟你想讲，因为我们今天将这件事摆在礼仪当中的话，你会听这个福音在读经一、答众咏、读经二之后呢，才有福音。那么就教会的安排都有意思嘛。如果你要明白这个福音那件事所象征的嘢，那个象征乜嘢嘢呢？你要明白埋读经一先，然后答众咏啊，读经二啊，咁先至呢一个五饼二鱼会达到嗰个圆满嘅意义。究竟今日呢？这个五饼二鱼那个意义是什么呢？这个不是我讲的，是礼仪讲的，所以为我们很重要的。因为这个礼仪不是今天作的，是一个教会的传统，在教约已经看到教约怎样预先象征新约的事情的吗？好了，咁咪睇下读经一，读经一系以撒二啊先知五十
五章第五十五章，所以我们即刻知道第五十五章咧系以撒二日第二，啊啱啱以色列人啊离开巴比伦，咁咪就嗰个冲军啦，咁咪翻翻嚟重建圣殿同埋耶路撒冷，系好开心嘅。所以咧呢、这个以撒二日咁样讲啊，佢话上主说：凡口渴，请到水泉来。那没有钱的，也请来吧，来买不花钱、不收费的酒和奶喝吧。你们为什么为那些不能充饥的东西花钱？为什么不足以果腹的东西浪费身金呢？这个呢跟那个五病预言有关，又息息相关。如果你看到这个关系呢，你会更加明白五病预言的，从一个深啲的角度来看。五病二預咧嘅意思咧，就即係第一個意思咧，係講乜數字，由五千人唔計女人細路仔，咁啊，譬如話大概有一萬人啊，十譬如啊，咁啊冇得食，咁啊門徒話：喂，我哋冇嘢食嘅，你度話咁偏僻嘅地方，俾啲叫佢哋走啦，啊自己去買嘢食。耶穌話唔係話唔使走啦，唔該你。你俾啲嘢佢食，我哋冇啊，我哋得五病二餘，好啦，咪俾啊，啊，咁佢哋俾，啊，嗱呢個第一個意義係咁啊嘛，但係深一層咧，這個而家變咗信徒嘅生活，係唔係話咁樣你唔做嘢，咁啊天主。你翻工啊，揾錢辛辛苦苦，翻屋企要養仔女，即係你嘅少少嘅薪金啊，都要養好多人。一個有信仰嘅人嘅，都係食飯之前啊，佢識念，俾我哋咧每日要食嘅食糧，多謝天父。點解你多謝？咁啊，呢個以撒義啊先知呢段讀經啊，想話俾我哋聽，你嘅薪金啊，請你用買嗰啲真係養到人嘅食糧，冇花費啊其他嘅多餘嘅嘢，係浪費你嘅錢，係啊。是天父養你啊！其實是大地喺呢個世界喺呢個社會喺呢個組織，但是天父養我哋，因為天父養大自然，咁啊大自然養佢嘅仔女。我哋嘅問題喺邊度呢？我哋浪費好多薪金喺無謂嘅嘢上邊。我好相信呢個福音同埋呢個讀經日好啱。今次呢個疫情啊，使到人哋有多啲時間諗清楚好多。我哋浪費好多精力啊，好多錢啊，好多時間啊，喺一啲唔係咁重要嘅事。在这个角度来看呢，这个五病二愈的意义更深啊。天主的圣言邀请你，邀请我检讨，我有没有试过是浪费我的薪金一些。他说为什么为那些不能充饥的东西花钱，问我哋咁
咁樣做啊？為那些不足以果腹的東西浪費身金呢？結論就係讀經義啊，讀經義好靚簡單，佢話你唔好擔心啊，因為雖然你浪費好多我俾你嘅要俾人嘅嘢，你浪費喺啲唔需要嘅嘢，但係呢，記住，我仍然係天父你嘅父親，我仍然愛你。我同你建立嘅盟約，唔係因為你咁樣做啊，你嘥曬我嘅財產，但係咧，我同你嘅盟約係永遠嘅，因為我嘅愛係永遠。那天往加里勒亞海邊去，耶穌遠中獲享保暖，現實卻缺乏，錢也怕未夠，我怕沒法悅你心意。Thank you.